嚟到清谢会客室啦。咁呢一集咧，我哋好高兴请到著名音乐人赵增熙阿希啦，咁同我哋做嘉宾嘅。阿希，欢迎你帮我哋做今集嘅嘉宾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都睇下你由六岁开始点样咧踏上你嘅音乐之路。哇！我因为六岁嗰阵时候就搬屋，由即系铜锣湾，即系、就是、天后嗰头搬咗去跑马地咁。就有人送咗个琴俾我哋做入伙礼物，因缘际会。系啊，咁但系其实都未学嘅嗰阵时，因为送咗个琴嚟啫。但系咁啊，爹哋妈咪又觉得女仔先弹琴啊嘛，我就三个家姐三个妹，咁啊所有家姐学先咯。咁但系佢哋学下就冇人学得一年半载就停晒，咁后屘就变咗我自己走埋去琴度玩下玩下。嗯，咁嗰阵时点样邂逅你太太嘅？公司咯。在我第一间做嘢公司嗰度，即系求其就手。咁入边有好多噶，好多个啊嘛。咁即系系即系咁系情投意合啊。点解要打下大过自己嘅咧？你中意被照顾嘅感觉？系啊，你点知道？唔系，因为我屋企女人多，习惯咗俾人照顾。即系我屋企除咗我三个家姐、三个妹、我阿妈，咁我系一啲好传统嘅潮州人屋企咧。咁仲有两个老嘅女工人喺度嘅，我老豆嗰阵时。咁系你数下有几个女人一屋成屋女人，一屋总之十一点钟翻去教人咁咪得咯。哇！咁你一下子出嚟话要做音乐，咁你当时梗系遇到贵人啦，系咪啊？系咩？我帮个朋友，帮个朋友去 audition， 咁 audition 嗰阵时，佢 audition 个新秀，咁、个我老板就坐咗喺嗰度做评判，佢咦？因为嗰只歌我点解会我去帮佢弹呢，就是因為那隻歌是一隻英文歌，那嗰陣時個個都是唱廣東歌，咁啊唯獨是佢自己揾隻英文歌去做 audition， 咁啊即係我係夾開 band 嗰隻歌嚟，咁啊咁啊咦點解自己人彈彈咩死僆仔咁，咁佢問你有冇興趣做啊，即係做呢行咁啊，佢有啦咁，就嚟幾廿年啊嘛，咁啊而家望翻轉頭，梗係樣樣都好似輕舟已過萬重山咁啦，但係當時做初初入行係辛苦噶嘛，其實係。辛苦其实是想起我讲俾人听，人哋话哇你咁样做咪好辛苦，但系做唔觉得辛苦，因为你 enjoy， 因为我做即系譬如抄谱好辛苦，唔辛苦嘅对我嚟讲，或者揾你做啲你自己唔系好想做嘅类型嘅音乐，有冇试过咧？好少嘅，因为我唔会点拣咧，我因为我好彩地就系、即系做做下，即系抄抄下谱咁啊，老板。啊、不如你試下編啦，今次啊，梗係好啦，編佢好啊，咁然之後編下又編下歌之後，就同呢個編完又同嗰個編好多嗰陣時編好多歌，即係咁同唔同嘅人編，同唔同嘅監製合作又有唔同嘅經歷，咁後尾編下編到最後學友嗰啲編，咁好開心噶，冇完全冇問題，但去到某個 point 覺得淨係編曲，因為編曲用好多時間，咁但係喂有冇興趣加啊？梗係有啦，咁啊。即系有人拱咗我去监，咁我咪监咯。咦，咁即系你系好似系俾人推住你升咧咁嘅？系啊，我自己冇乜点要求话要但系做到咁上下，自然会有人 offer 你。嗯、当你做真系好认真咁做嗰件事嗰阵时，我发觉就系有人会知道睇到，然之后 offer， 喂，咁你有冇兴趣咁去试下？我咁只要好自然地答，有啊，梗系有啦，咁就去咗噶啦。一切都嚟得好自然。但系嗰、那个。好漫長咯，呢個自然係即係雖然係自然，但係唔係話你我今個月做咗十隻編曲，咁下個月就有人 offer 我做監製。我係做咗十年編曲，咁然之後有人開始 offer 我做監製，咁我咪 take on 啦。佢慢慢鋪路先可以細水長流啊嘛。自己冇諗過 course 會點行，但係嗰啲機會出現嗰陣時候，我咪把握佢咪得咯。把握佢，迎接佢。係啊，迎接挑戰。呢一 part 講到呢度，下一 part 我哋翻嚟再同阿希傾過。